来，把那波兵突然上二，直接越塔，然后越塔掉，越塔吃掉另外一波第二波兵，再去自杀一次。为什么不回家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可以五个人一起走一路，先摸那个塔，应该可以摸掉大概300滴。一开始五个人就打，对吧、啊？可是会有一个人，应该会有几个人会死不了。死不了那就是他的事情，他不能给。那我先，这应该是选上路，选上路应该都通常都没事。我去帮你假装蓝旗啊。不用了，你直接到线上就可以。对方红旗哦！啊，对方好凶啊！西格斯哎、欸，我不好打。他们抢二哦。东路没对。No。上路好像凶凶的。Playtime's over。悟空遇到那只一定要凶的、哦。嗯。中路在推兵。好。我们这十场啊，我不是打十场积分上金牌吗？嗯。然后有一场输是输在对面组合强到我们打不赢。不，讲错了。那一场是三路崩，我想起来。然后另外一场唯一输的那一场啊，是我推兵。我想那一场就跟他讲说，我中路推看，一推就被 gank 就输了，前面怎么会打不起来？所以玩中路不要推兵，除非你确定你家jungle在帮你蹲。他是这样讲。在推，抢四吗？怎么可能？有人在抢四的吗？我来了。你领先一等都有优势啊。你先吃兵。他要没抹了，不够。没闪了，没闪了。队友眼，控兵的好处。好、啊，我又没买免费的东西了。免费的最贵，不买。你习惯忘记了吧？你不是要习惯买？习惯忘記。对啊。没有，因为我通常都会放在那个，就是我自己排的那个出装上面。哦。啊，他把我那个弄不见，我就会忘记买。嗯，不要急哦，不要急哦，还在路上。到了。辅光他一下。有没有感觉很温馨？浪头。太神了！哇。那个鱼竿，这一只竟然就不会空招了，有点不习惯。这一只有点不习惯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。刚刚他在我旁边已经空到好几次了。那有好几次，你不要乱说话。没有吗？没有。No。对啊，一场野台哥用了空到4次到5次了。屁嘞！是没有很多啊。一场毕竟有放了10次，有50%命中的机会。对吼，标题可以打目前金武。终于啊！终于啊！忘记买，我才刚讲完，刚出门。天啊！我再去下路一次啊！我这场还聚一下。嗯。来
还没有什么东西要清。冰有点多哎、欸，没关系，你先吃完，我先吃十下。你走错边了。Yeah, 我靠，六等！注意哦，没事。当然，十个字还没六吧？差点杀掉那个。哎呀！哇，他还在！我靠！我靠！不愧是 BKM 的。靠，这边血这样不回家。吓到我！嗯，老板装狗是谁 ？PKM 的。这是谁啊？是哪一只？嗯，好像是个女的。啊！龙女了。好像是个女的。龙女没大。啊靠！好车没拿到。西克斯好像不打算跟我打架，看起来。好来，嗯，把那个晕留起来，先不要放。对面拿蓝哦，拿完蓝不是中就下。下路。看到女的了。嗯，看到女的。That girl。我中了。啊，知道。降头back。往下了。靠右。那就是你的鬼，不然你不见了。啊、有嘞。这边有眼吗？这边有人。有。我大了。可以打。龙女也会往下，我也往下。你看嘛，没有空翻呵。龙女会往下。我看定错人。我定错了。他那个位移，干。一个是快到了。我没有招，又歪，是吧？大家都在空招啊，好会躲啊！尬的，我没有招，没有魔，没办法。有回音，是我吗？不是，我听得到、啊，我自己的回音。天哪！你刚跟我讲想食，我就想要想食天堂。想食天堂，我就想到。别给我想食天堂的宣言。他不是在讲什么吗？龙女，先把他把踢走吧。没有大卷吗？没有，刚打掉，搞掉。要死了，死定了！你竟然是这么近的小兵。
天啊，我会忘记。还有蓝啊，怎么跑的？哎呦，就怕你。哦，对。可以把踢走吗？算了。龙女那么后面，龙女，扫眼。啊，他没蓝了。龙路在哪里啊？回家了，没魔回家了。打掉嘞！嗯，找到了。他们应该在收 buff。不把红收掉就走了。干嘛？我吃这个。好爽啊！啊，中桃掉了。上路，上塔杀的，真假的？我发，没死，太受欢迎了吧？我太神了，好帅哦！拿没了？哎，你没有在？在被他打？哎，不要往那边，对。哇！感觉可以打哎、欸，打凶一点。对啊，那边是那个太神啦，直接一个空大。这可以打吗？可以打。你被打傻了，被打傻，打到小兵了，你打被小兵了，你打到小兵。我打小兵。在打小兵呢、啊。点错啦。不！我靠！我被摸了，我也走了。啊，有。好，买免费的东西。雷兹，快来哦！就是帮等。哦，我看到你要回家说。嗯。选择了小兵，绿的是我们家死龟。龙女在我们家四鬼那边，所以还好，小心，赶快跑就好了。原来我已经在前面。我操！干，我在弄聊天室，妈的！我看到你在ban人了。gank 啦，被聊天 gank 啦。嗯。算了，随便。
些的、啊。不能打，不能打。一般七个死的装。我有大你。不是人不见，不是说我们打不赢，但打。啊，走位失误可以打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看你的血。人都在上路，人都在上路。刚他踢到这边就是失误啊，就是没有把握到。全世界都在上路啊！来了。当然，我仇恨值还是魅力值那么高吗？要打了吗？不用。打打打打。喂，他刚好走掉了。不动了，龙女。好，哎、欸，他怎么会 有大、啊？天哪、啊，他刚刚那个不是没满吗？啊？没有在下路。他真的很晒哎、欸。QQ、啊。God。感觉他们要来中上路观光我了。龙女在下路，观光圣地啊！龙女在下路，一整个龙女在下路，一整个观光局长的感觉。哦、oh, ，What the fuck！ 看聊天室，走开哟！他进来，完了，他没闪，那个西格斯没闪。我没闪，我要死啦！没闪。对啊，我只跟你讲一声啊，我西格斯没闪。帮我这观光圣地哦！还中二啦，还打字。在这里。加入常常来打，打到赢，有了应该赢。啊干啊！按错招，你也就 Q 和 E 而已，没魔了。不是，一定是推走才会这样喊。不是，我刚以为我闪现好了，这里有一只，然后我按了闪之后就推他，就闪没有出去，好痛哦！哦，又来了 ！Oh fuck！ 喂。走，开台了。谁啦？哎，讨人厌。你补、欸，你补中，我补上，好吧？好、哦。好。我以为你们在玩黑暗灵魂。玩完了。玩完了。卖掉了。不用补中了，我不用补了。他在一元起标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元起标中。是啊。海若，你打到那个最人塔。对啊。